南方音乐节开跑了，大哥大姐及他们的蛇都纷纷跑往德州奥斯汀，一只冷血的推特用户也逃跑了，小心，他杀伤力很高。一位搞笑为生的反对分子幻想着要吃德州烤肉，却被美国海关扣留。宜家的广告导演组装了超大会议厅，可容纳上万个宅男难民在此流浪。电台司令的主唱汤姆·约克则带头跳舞，越过凯撒·查韦斯东街。欢迎来到即时新闻拦截，也来看冷血的推特用户。